提到星巴克，你会第一时间想到被恶搞的各种星巴克的美人鱼 logo， 还是罗老师那几个响亮的大耳巴子？那他从1971年在美国的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开设的第一家门店至今，那已经在全球开设了3万多家门店。那在中国大陆呢，也有着将近5000家的门店。那他为什么能成功？星巴克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的？那它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星巴克的故事。咖啡不较真儿，一口就入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刘老师。那提起星巴克，我便想起了我17岁的那年。我还记得很清楚，坐在我隔壁桌的女孩子，她说我们附近开了一家星巴克，她想喝拿铁。我当时就在想，星巴克、拿铁，那这两个星奇的名字便出现在了我的耳边。于是呢，当天下午我便出现在了星巴克的门口。那天呢，小雨，排着大长队，喝到了人生中第一杯现磨的拿铁咖啡。那个味道我至今都还在脑海里边挥之不去。当时我就在心想，我擦，这不是跟某潮的这个3合1的速溶一个味道吗？那我猜想啊，大部分人跟我一样，那人生中的第一杯速溶咖啡来自于雀巢，第一杯现磨的咖啡来自于星巴克。那喝到第一口咖啡的时候呢，你甚至会怀疑自己，我的味觉是出了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感觉跟别人说的这个香醇和厚实不一样，只是感觉到苦的一匹。但是喝久了，你就会发现这酸苦酸苦的黑水啊，真香！哎呀，那说到星巴克第一家门店的创立呢，那我们不得不提星巴克的3位原始的创始人 Jerry Baldwin、Zev Siegel， 还有 Gordon Barker， 以及另外一个咖啡品牌 Peace Coffee and Tea 皮爷咖啡。那我们先从皮爷咖啡说起。那 Peace Coffee and Tea 呢，它创立于1966年的加州伯克利。那创始人呢 ，Alfred Pete， 我们暂且称他为皮特。那他出生在荷兰，那老爸呢是烘咖啡豆的。那他跟老爸学了一些这个咖啡豆的烘焙，那之后呢，他便移居到这个英国的伦敦，在 Twinings 就是川宁来学习这个茶的品鉴。那直到二战后呢，他移居到美国，从事这个咖啡豆的贸易生意。那他到了美国之后呢，发现这个美国人这个喝的咖啡怎么这么烂？那于是呢，他就是便自己开了一家属于他自己的咖啡门店，就是 Peace Coffee and Tea。那不过啊，当时这家店啊，它不是卖咖啡的，而是卖这个咖啡豆，还有一些茶的。那从此之后呢，代替速溶咖啡的这个意式深烘焙的第二波的咖啡浪潮便在美国本土生根发芽了。好，前面铺垫了那么久啊，那星巴克的创始人之一Jerry Baldwin， 那我们暂且称他为鲍哥。那鲍哥呢，他便是跟着这个皮特来学习这个咖啡贸易的。那之后呢，鲍哥在1971年开设了第一家星巴克派克市场的这个门店，生意啊做的也是这个顺风顺水。那随后呢，在1984年他竟然把 Peace Coffee 给并购了。那正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一点都不假。那但是在3年后的1987年，那鲍哥啊，他又把这个星巴克卖给了 Howard Schwartz 和一些投资人，那并且呢，他签下了这个4年内啊不能在湾区开设这个跟星巴克竞争的门店的这个合约。他卖掉星巴克的这个鲍哥，他把重心啊放在这个 Peace Coffee 的运营上。那霍华德呢，他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他非常有这个生意头脑。他刚开始呢，他是星巴克的一个销售，也就是说呢，他是鲍哥的员工。有一年呢，他有机会去意大利出差，那他到了意大利，他发现满大街的这个咖啡店，那意大利人呢在咖啡店里边，那手里呢端着一小杯一小杯的这个Espresso 啊，小杯的啊，有的呢在谈生意，有的呢在聊天，那有的呢在这个打情骂俏。那犹太人的这个生意直觉啊，便激起了他想要回美国开设一家能够直接卖咖啡饮品的这个咖啡店，而并非只是卖这个咖啡豆给客人。那回到美国之后呢，他就跟星巴克递了辞呈，那自己呢便筹了一笔钱，开了一家名叫这个名字我真的不会读，好像是意大利语，那我就叫它阿巴阿巴 coffee 吧。那之后呢，便开始运营。但是没过多久啊，就是突然有一天，鲍哥便和这个霍华德联系说，哎，他打算卖掉星巴克的这个门店和业务，那以后呢，他想要全身心的这个投入到这个 Peace Coffee 的这个运营中。那于是呢，这个霍华德找到了一些投资人，他买下了星巴克的门店和所有的这个业务，那和自己开的这个阿巴阿巴 Coffee 合并了这个运营的模式。那合并之后的这个星巴克，他慢慢的从这个以卖咖啡豆为主，那变成了一个提供
供这个咖啡饮料，那舒适的座位，优美的这个音乐，那这样呢一个可以这个大情骂俏的第三空间，可谓说啊，就是霍华德啊，他把意大利式的这个咖啡完美的借鉴到了美国的市场，那并且在美国本土迅猛的这个增长，也就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面啊，星巴克在当时啊就开了将近50家门店，那这个开店速度其实在当时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那说到这里啊，其实有一个小故事是关于这个星巴克和 Lamazoco 的故事，我本来想是在以后的这个意式咖啡机的科普里边说，但是呢就是时间点刚好卡在这里，那我就不得不提一句，就是刚开始的几家星巴克其实它用的是飞马的咖啡机，但是呢有一家不巧这个机器坏掉了，那于是呢他们便联系到了这个 Lamazoco 在美国这个当时的这个经销商来修理，那他在修理这个机器的时候，他就放了一台自己的这个GS2 的咖啡机给到星巴克来备用，这一用不要紧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咖啡师啊他就爱上了这个 Lamazoco 的这个手感，那于是呢他们之后便开始就是使用这个 GS2 这个型号，以及专门为星巴克研发的一个型号叫 Linear Classic， 两头三头甚至是四头，那之后呢这个 Lamazoco 便出现在当时所有的这个星巴克的门店里边了，直到2005年星巴克决定用全自动的咖啡机，原因你们也懂的，因为他们要为扩张全球市场来做准备，那所以呢半自动咖啡机被全自动咖啡机所代替。那星巴克在1991年上市之后啊，它乘着这个资本的东风，迅速的扩张到了整个北美市场。那时间来到1999年，星巴克在中国的内地开了第一家门店，那中国的咖啡市场呢也逐渐的升温。那从北京国贸的第一家这个排着长队的门店开业，那随后呢又来到上海、广州，星巴克开到哪里，哪里便刮起了一阵这个排队买星巴克的这个浪潮。那早在星巴克之前啊，其实上海呢有一些海派人士，那他们呢是有这个喝咖啡的习惯的，那上海呢有一些这个小而美的咖啡馆，那但是呢也仅是极小极小的这一部分人群，那真正的咖啡市场快速的发展啊，其实是在星巴克来到了中国之后，那他让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拿铁咖啡里边没有铁，那咖啡的中杯是大杯，大杯是超大杯，带着苹果喝咖啡，那这是星巴克的 logo 从最开始到现在的变化，大眼一看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只是颜色比例改变了一下，那但是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从最开始到现在，从狂野版的美人鱼到现在的仿佛一个美少女版的美人鱼，那这个 logo 的进化呀，跟人类进化的这个过程啊，是不是有那么几分相似？那现如今，那星巴克在全球已经超过了30,000家的门店，那预计在2022年，中国的内地也会逼近6,000家。那星巴克的门店啊，从设计装修到产品的菜单服务，它也在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慢慢的发生改变。那星巴克在不同文化的地方啊，它有着特殊风格的门店。那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像香港的这个洗衣街的星巴克，迪拜的伊本巴图塔星巴克，那苏黎世火车星巴克，那上海的集装箱星巴克，包括像现在的一些手语门店、宠物门店等等等。那再加上近年来，那星巴克的这个叫 Starbucks Reserve， 就是甄选门店，以及超级巨大的星巴克的烘焙工坊，你会发现，除了装修风格不一样啊，整个服务和产品线，他们都做了很大的调整和升级。那我相信啊，罗老师再点单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再遇到这个中杯、大杯、超大杯的这个尴尬局面了。每年过年回老家，我都会带着挂耳咖啡当口粮，也顺便呢给自己的家人喝。那我爸喜欢喝茶，他第一次喝到我给他冲的挂耳咖啡的时候，我还很清楚地记得他的表情，眼睛猛地闭了一下。我知道那黑咖啡对于他来说，这种酸苦酸苦的滋味难以形容。那直到今年，我爸带着一家人来上海，那终于有机会给自己老爸亲手做了一杯拿铁咖啡，端上去的时候，老爸眼睛里面好像是闪着光，那看着漂亮的拉花，我说大口喝一下，尝一尝味道怎么样。那他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品了一下，跟我说，呵，这是啥咖啡，比你过年回家带的咖啡好喝的多啊，这味儿重，不赖。我知道咖啡对于他来说可能并不好喝，而是他对我做的事情产生的认同感。从我在星巴克喝到人生中的第一杯咖啡，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过去了。那10年里，我从对咖啡的一窍不通，到现在一直跟大家分享着我的咖啡事业。那老爸也经常跟我说，你拍的视频我都看了，那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做得越来越好了。那短短的20年啊，咖啡市场的发展以及变化在中国翻天覆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热爱并从事这个行业。那希望啊，咖啡在中国以后啊，不仅仅是商务办公、小资
这样的代名词呢？相反啊，走向大众，成为日常的饮品，才能够让更多的这个普罗大众来接受咖啡。那咖啡不较真儿，一口就入魂儿。我是你们的刘老师，我们下期见 ，Cheers。